感动哦。对，接下来我要颁发的是迷你剧集的女主角奖，他们坐哪里呀？女主角，恭喜恭喜呢，准备好你们的眼泪哦哈。那我们就马上来看入围的有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，入围的有小薰、黄静怡、追凶五百天、76号原子股份有限公司。你是恁爸的庙开本上球的啦。吴以涵，《俗女养成记》，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吴亦荣，他嘎天丝天样言，泰基泰利，他嘎平安，客家电视台。李幼如，无主之子，民间全民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谢盈萱，《俗女养成记》，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是的，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得奖的是恭喜吴亦荣，客家电视电影院大吉大利，阖家平安。以内敛自然不厚的表演揭开角色波涛汹涌的悲剧性遭遇，剧中所诠释的梅姐、独立照料发展障碍的儿子与老年忧郁症的母亲，强大幽怨全在吴亦荣悠悠的一瞥眼神中盈满而无限晕染。谢谢评审的肯定。这一年多来有人跟我要简历，我都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写演员两个字，因为除了我跨度太大，作品太少，也因为这个职业感觉很神圣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够格。非常感谢评审的肯定，谢谢阿如导演，你真的太疯狂了，敢给我机会。谢谢表演指导彩怡、怡珍，你们是太好的老师。谢谢同剧演员班班，你真的很棒。谢谢班班、陈毅、范江、贤妹姐，谢谢你们的精彩成就梅姐这个角色。还有谢谢所有幕后的工作伙伴，什么哈嘎天师给仔皮俺弟俺做的用母尼做案都事情。还有谢谢我的父母、我的老公，尤其是我的妈妈，你总是很淡定地接受女儿的决定。前几天我才知道，你以为我是因为经济压力来演这部戏，你想太多了，要赚钱不会来拍戏。而且大部分是拍戏了才会有经济压力啊，是不是汤哥？谢谢汤哥，你是最初让我跟戏剧有联系的人，然后一直很怕我没有收入，然后一直给我工作，谢谢你。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幸运，也很开心可以从表演艺术戏剧的采访者变成工作者，诚惶诚恐，希望从此有机会说自己是一个演员了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恭喜得奖者。